OA 是什么？ OA 是办公自动化的简称，英文全称是 Office Automation， 它是将现代化办公和计算机网络功能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型的办公方式。凡是在传统的办公室中采用各种新技术、新机器、新设备从事办公业务，都属于办公自动化的领域。在行政机关中，大都把办公自动化叫做电子政务，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都叫 OA， 即办公自动化。 OA 的作用就是使公司内部各部门、各分公司、各分支机构做到完美合作，并且让领导可以看到他们的工作过程，做到可以审批、可以管控，避免工作的失败。所以一个企业实现办公自动化的程度，也是衡量其实现现代化管理的标准。